收买老友记电子垃圾变艺术品。已经系人嚟讲，我哋算成仔啦，走啦，以后靠样搵食，冇我哋份噶啦。唔系拍紧新一辑嘅星球大战，呢啲都唔系智能机械人嚟嘅。睇真啲啊 ，keyboard、CPU、喇叭嘅真空管，全部都系电子垃圾嚟噶。呢隻咁靓嘅招财猫就系用剪碎嘅电路板、电线、电阻器砌砌埋埋，系咪好想拎佢翻屋企呢？呢啲全部都系德国收买老 Batman 喺佢嗰间位于柏林嘅电子回收店设计出嚟嘅。十年前 Batman 整第一件艺术品，本嚟啊只系想装饰下间铺，不过越整越兴奋，半身像、全身雕塑，甚至系服饰，佢都整到出嚟。科技产品越出越多，旧嘅仲用得嘅都去晒垃圾桶。当全世界都烦紧点处理电子垃圾嘅时候 ，Batman 人气我取，为佢哋带嚟新嘅生命。而家佢甚至有自己嘅网页同埋展览，证明所有垃圾都可以回收，呢句真系唔系流㗎。